4月5号晚上啊，这个上海的闵行区明都古北小区居民自发组织了阳台抗议音乐会，用音乐表达对这个城市深深的爱，对全国医护无私无畏驰援上海的满心感激啊。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啊，其实在上海很多小区呢都自发的组织了这个阳台音乐会。所谓阳台音乐会，只是说大家用自己的蓝牙音箱啊放出声音，而用手机或者电脑接入到类似于像这个直播平台，或者有的还动用了这个腾讯会议等等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去啊，利用这些平台来播放音乐，用这些音乐来表达自己对这个抗议当中的逆行者的感激，也感谢所有市民的积极参与，大家共同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不出门，坚持在家里面留守在家里面，用音乐让自己的生活愉悦起来，让音乐来一起抗议，